大家好，我是 Peggy。 端午节要到了，今天特地来到这里跟外婆学包粽子哦，耶！你呀、啊，啊，那个葱头啊，那、啊、酱米啊，啊，那个蛋黄啊，哦，啊，香菇啊，啊，啊，就是这样就可以包啦。啊，花生你喜欢吃花生的话，花生啊，啊，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材料，这样就可以包了。葱头。然后呢？香菇，香菇，虾米，虾米，花生，花生，还有米。这个就是今天要用来包粽子的叶子。大家好，我是 Peggy 的妈妈。那我们现在要来做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是五月初二了，快五月端午节了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是炒的是肉粽的内馅料，所以说我现在先炒那个红葱头，先给它爆香。我的香料已经炒得快好了哦，料好香哦。现在开始包粽子喽，步骤一，倒米。放内馅，香菇，还有香菇，香菇，还有虾米，然后放一颗蛋黄，蛋黄，接着非常大块的肥肉，花鱼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然后呢再放米。那就完成了，来，接下来就是难处。怎么这样可以吗？有一点半三角形。